小，给你看三十分钟。哦，好了，好。小红帽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妈妈和一个小红帽住在一个家里面，然后就妈妈说不要跟陌生人讲话。家去照顾他，哦，很棒！外婆，我是小红帽。大野狼假装是小红帽，然后敲敲外婆的门，然后他进去外婆的房子里，就把它吞掉了。可以带着，然后他就假扮成外婆，然后小红帽说：“牙齿怎么尖啊，外婆？”然后大野狼就说：“因为我想吃你。”然后他就把小红帽吞掉，然后。有个猎人来外婆家，然后从窗外看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奇怪，然后那个猎人就砰砰射了一只大野狼。然后他放石头在大野狼的肚子里，然后把小红帽和他奶奶救出来，然后大野狼很渴，然后就掉水里，因为他的石头太重了，就是掉了，死翘翘了。打个跳，嗯的。